你真正去开过的话，可能你也会去对比一下 Q7啊。25204，快关注微信公众号。白人陈大奇，我给你投的12场。 标准集装箱尺寸来设计的，都是一个制式。啊，也是意味着我们只要这个是标准集装箱的尺寸，它运起来就会特别的方便。嗯，刚刚也说了哈，我们老赖说他就在上海浦东机场，可以做到随时开始采样，随时开始检测，这比之前可以节约2个小时的等待时间。实验室启用之后就会首先用于货机进入人员的核酸检测了。那等于无论是。 嗯。